我非常之高興能夠獲得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的2014年中小企青年創業獎。咁呢個獎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鼓勵。咁亦個公司 Manhattan 風投有限公司係一種好大嘅肯定。咁啊，作為一間土生土長嘅公司，我哋 Manhattan Limited 創立至今，咁啊一直都希望咧提供優質嘅遊戲俾世界各地嘅玩家。咁去年咧，我哋做咗一隻手機遊戲叫《神魔之塔》，咁喺台灣同香港都做得好成功。咁啊，呢個成功絕對有賴我哋公司上下嘅同事，咁同埋同業嘅支持。咁啊，為咗緊貼潮流，我哋嚟緊都希望再做更好嘅遊戲俾各地嘅玩家。咁請大家拭目以待。